家好，我是 Jericho， 我是冠莹，我们是 YK 乐团。通过 TEDx 台北，我们希望可以带大家透过 Kora、Lyre、Heart 来看看这些古老乐器们背后的故事，以及来自千年前的乐曲，他们所蕴藏可以带给人类的启发。那我们到时候见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子富，游盲社会企业的创办人。透过 TEDx 台北，我想要实现的是借由植物保种为粮食危机找到新的方向，邀请您一起来认识未来的超级食物。你好，金马耀高哥，大家好，我是马耀，罗马社执行长。透过 TEDx 台北，我想分享来自板藏阿美族人与大自然的智慧，希望能够实现人跟土地、人跟海洋，更重要的是人跟人的和谐